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 2.4 到 2.6 复刻角色确定，崩铁即将开启多卡池，崩铁 2.4 卫星角色云离技能流出，主角新命图爆料。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， 2.3 版本还有两天就要来了，官方也是在前瞻直播爆料出了后续将要使用的角色，相信大家对后续的复刻的角色应该更加关心。前段时间也是爆料出来了后续可能复刻的角色，目前 2.4 的复刻角色可能是在霍霍、真理和希尔这三个角色中选择两个，而 2.5 的复刻角色可能就轮到黑天鹅和花火了。至于 2.6 版本，个人认为黄泉复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，因为官方有可能会选择一个 2.0 版本的角色和一个 1.0 的角色，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后续消息。崩铁目前的游戏节奏，有不少玩家都表示角色的迭代有点快，而目前有的老角色一直没有复刻的机会，于是就有不少玩家提议官方可以多开一个复刻卡池，毕竟在游戏初期还是有不少塑造的非常优秀的角色的。而前段时间也有舅舅爆料，在 3.0 之后的版本官方可能会开启三卡池，不过目前这个消息的准确度不高，大家可以再等待一段时间，后续如果有新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。最后就是有关灵莎的消息，近期在国外的前瞻直播中，灵莎的例会被网友发现和国内有所不同，如下图。目前灵莎的形象一直是玩家热议的话题，有舅舅表示灵莎将会是崩坏三中的丹珠的同位体，目前其他的消息还是相对较少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还有两天就要开启 2.4 CSF 了，关于云离和娇秋技能也是众说纷纭，今天在网络上面又爆出了新版云离技能，除了天赋普攻和战绩部分没有具体百分比之外，其他都已标注数值，并且专武和命座都已齐全。从技能组来看，云离就是依靠受击叠层建议，然后反击行技一和行技二都可以加快建议叠层，一命再释放大招是额外获得四层建议，属于必抽命座，如果遇到多怪物回合加上秘技云离，可以第一回合就开大叠满四层建议进行反击。专武的话增加的属性还是非常多的，18%暴击追击伤害提高，16%还能减防，24%。看来云离是1+1完全体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技能组也只是流传到而已，保不保真不敢承诺，但是感觉这版云离技能组已经非常接近了。最后给大家分享一张爷的照片，单马尾吊带风肌秀骨，越看越好看，又帅又美又谢，据传可能是开拓者新